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飞将为您带来的《熊浩那根风云》在即加强版的实况对战解说。这场比赛 ，EP 大圣哥 vs EP 萧晨权，来看双方精彩对决。那 EP 呢是一周两问，老萧是三问啊。一周反击狼对战尤里，哦，战七弟回真漂亮。首发兄妹对决啊，家暴现场。反击狼这个战七弟确实控制好位置，摸奖很舒服啊。哦呦，这什么鬼？你这要被血罚，隐藏直接跟漂亮。老萧这边是下石死守，这波伤害应该是尤里最高输出了。还升龙，哎呀，这个位置没看准，但是一批连断失误，可以。到底是自己的妹妹啊，不好下死手，但这手升龙过波，下地发波乱动。来看下一回合，板西良这个下重腿接发波啊，有很强的迷惑性，对吧？因为他中间的空档期有点长，有点久的。其实你是有足够的时间去拉开距离，甚至去反制的啊，哎，但很多时候呢，你就恰恰就是不敢动，对吧？看一下这手，哎呦，这老萧好自信。这雅典娜自从登场以来啊，就一直各种发波，也没有什么前冲啊，就等你中波，非常的自信。看一下这边，哎，战 C 开始 BC 下 C 取消凤凰线取消反波，但是连断失误，哎呦，巨伤。三 C 超杀跟上。反边泽，老萧怎么处理？哟，这个位置可以秀隐藏，一个波动一片落一地。哎呦，这大圣哥这手安吉尔好灵动，空中下重腿最低点，但是连断没连上，没关系。哦，漂亮！这手速中则的很秀，看一下这边老萧。哎，但这手还想吸灵传送则逆向下重拳，被一 p 后大跳重攻击对刺到。来看下一回合，这边大圣哥早有预读，对吧？感觉今天大圣哥这个状态不错，来吧。哎呦，开局，哦呦，开局直接后前腿三 C 啊，但是这边没连上，哎呀，还一点血，差不多。跳 CD， 来看老萧，这是拉尔夫。哎，站 CD 站地，哦呦，梦回拳皇十五。哎呦，这手跳 C 最低一点逆向中，但是连败又是，可惜了。哎，安琪儿。哇，这什么安吉尔，兄弟们彻底疯狂，天老爷，比分1-0。那看下一局，大圣哥率先拿得第一分啊，且看老萧这边能否稳住。手法八神队有力，大圣哥这局随机到自己的三主力，太疯狂。这手起源一声龙循环，三循环八神女拆法跟上带走，如果不死也只剩一丝血啊。来看下一回合，那这局老萧大概率是记了。对的，这一主两问嘛，随机出三个自己都是主力，那就没脾气。哎，看一下这边，哎呦，跳地，哎呦，这克拉克反制做得很好啊，各种的后跳打前跳，对吧？随时高跳打前跳，哎呦，好的落地战 C， 骗掉 EP 的鬼花，漂亮，一滋血。轻攻击点杀拳脚封位，这八神不好动。前前大圣龙堵空，但是没来得及却反。看八神，哦呦，前前大圣龙还行吧。来看下一回合啊，这波如果是谢封的话，说不定可以有机会，对吧？能直接掏掉。六臂中断防得很稳。哎，逆向下盘，哎呦，好家伙，这大圣哥疯狂冲下盘，老萧这边确实没有办法。你说一个克拉克他能做什么呢，对吧？哎哎哎呦，过分了，控制位置就是站 A 点你，对吧？不升龙不发波啊，我也没有波，就是站 A 跟你摸，你一点脾气没有。来看一下老萧这边，特瑞高挑 A 逆向虚晃骗出了日P的升龙，却反超级痛，25连八哥伤害啊，一丝血，连续的战 C 日P 向 AB 闪射回针的机会都没有吗？比分2-0，哎呦，这大圣哥什么意思啊？要剃头老萧？可怀疑就是八神队游历，跳低高打低，连跳进攻，前前战 C 大跳百合折，攻势很凶。哟，哎呀，这个措施位可以，但你看，给你机会，你这伤害也只是一点点，难受。战 C 相杀一波，八神就是一往无前，疯狂往前冲，对吧？捏着鼻子就是进攻，我看你怎么做。哎，下地，哎呦，可惜想血反来不及了。下一单点对策一批前冲，下一声龙超杀跟上，
漂亮。哦，大叫，哎呀，可惜，哦呦，还想跑抓谢峰，天哪！大圣哥这个真是进攻欲望极强啊！把跳金我没确认，哎，前前再抓谢峰躲一下，躲不动无所谓啊。看来老肖是要扳回一分了，这个游地发挥的非常出色。但是这连续高跳被这个拉尔夫打掉不少血，隐藏跟上，哎，怎么没给隐藏？这是为什么？哟，这老肖是难得失误了。哎，哦，这波你出什么隐藏呢？你在干什么？战旗丁雅起身，哟，来一个倒栽葱啊！拉尔夫倒发垂杨柳，对吧？还秀隐藏，老肖彻底疯狂，哟，什么意思？求求你阻止我！最近我看某些短视频平台啊，这些，对吧？王者荣耀的梗是比较上头啊。来看一下这边，拉尔夫残血，哎，跳 TD 抢空，机炮拳对空，这两边，哎呦，是吧？没有那些特别强的角色，那就完全拼散打、拼力回的。落地指令头，下地开 PC 下 C， 哎呦，这时候反跳后小跳 C 对策 EP 的 AB 闪身逆向泽，但这边连段失误，哇，一丝血，哦，高跳 CD 对策 EP 前跳小跳 C 泽。这波是硬压啊！来看下一回合。好家伙，这老肖是彻底疯狂是吧？嗯，哇，这是跳 CD 抢空可以。大圣哥最后一个猴子 ，Choi 啊！什么情况？哎，是两个拉尔夫吗，兄弟们？啊，不对，上一局大圣哥是拉尔夫啊，不好意思，我还以为老肖选了两个拉尔夫啊。怎么想顶起来顶不到半边，这个位置无法下 C 取消，但是老肖已经放弃了，起身没动，带走，再次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大圣哥竟然能穿三老肖，秀啊，真是。